嚟紧二月，除咗有万众期待嘅农历新年假期，二月一日仲系皇上张敬轩嘅43岁生日啊！出名石粉丝嘅佢，日前仲同粉丝举行盛大嘅生日会庆祝。轩仔除咗大唱好歌之余，仲同大家玩游戏与众同乐啊！一定赢噶啦！唉，你好鬼调皮啊，皇上真系！我冇諗過，原來係武則天嚟噶。你知唔知佢哋裏面講咩？講咩？我聽唔到你講咩。你咩嚟？因為下面生日会主题是天公生日，你哋大晒。除了有粉丝自发性拍了很多祝贺片，就连轩仔的好友都有份噶。恭喜你又再次告别你的青春啦！咁啊，同埋恭喜你又远离我一岁啦！咁我想送呢一份礼物俾你啦，就是、想颁呢个唱作人奖俾你，因为听讲你走数多年。咁啊，希望你新一年咧，盡快找曬啲街數去啦！張總23歲生日快樂！而家親仔為你送上 blessing， 希望你青春常駐，完成更加多嘅壯舉。一次拍電影啦，咁我哋成日 roll 機嘅時候咧，都係唔知點解忽然間啲鬚根又生翻出嚟啦。咁編工其實好留意一啲生活上一啲小細節嘅，跟住有一日咧，佢就同我講話：，誒、哎，積肥，我買咗一個新鬚刨俾你，係我覺得係最好用噶。咁原來呢啲咁細節嘅位，原來軒公係會一直都記住。佢咧呢幾年自從認識佢之後咧，佢都喺無數個呢啲咁嘅公關災難出現前咧，臨門一腳咧將我收制，然後救咗我嘅，都好多次噶啦。咁啊，係啊，我真係唔知點樣報答佢。话明系生日会就梗系有大蛋糕啦，粉丝仲大合唱庆祝偶像牛一，氹得寿星仔不知几咁开心，场面既温馨又感动啊！